Let's go. <音>你是贺氏吊装公司吗？啊，麻烦你，我这里有一头老母猪掉水里了，帮我过来吊一下呗。价格好说，你说多少钱？25万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 北京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：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我是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。这你别笑。